行政院辅导会63年度辅导会议今天上午9点钟在侨光堂揭幕，由主任委员赵继玉主持。上午首先听取了各项有关业务报告，下午进行深度讨论。讨论的五项中心议题是：一、如何发挥集体智慧，达成年度工作目标；二、开拓就业途径，强化安置功能；三、配合总体外交，扩大海外技术服务；四、主动照顾退出役官兵，厚植国力；五、全力支持稳定物价，发展经济，增加生产。